有个餐馆。前面这两位同学呀，说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。我一直是一个麦当劳主义者啊。这商业区真是太贫瘠了。你们找着了位置了吗？还没呢。你在录像啊？是啊，一直在录啊。妈呀，要饿死了，还找不到餐厅。是啊，我找饭都没吃。说话呀。往前走两步，这都是这个吗？地下室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好香，还没找到。从地下室飘来了一股幽香。哎呀，这个吗？到了。不是，但是这个晚上也有这个。这个，这好像也是都是酒家似的。坐外面凉快点，环境不错。有银联的，哎，可以银联。进来看一下。Outside OK。哎，可以，就坐这儿吧。坐这儿吧，那有个棚子。这边也没有太阳，我估计也晒不到。这椅子倒是不错。累了。有饺子是吗？ Thank you. Thanks. Here's our wine and alcohol list. Okay. Do you want to drink something first, or do you need a couple of minutes? Later. Okay. Thanks. Thank you.